我和他在一起三年了，他和原来认识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脾气又急又硬，从来不承认自己的不是。可他以前也没这么嫌弃过啊，他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他可能心思早就不在我身上了。毕业后我那么死心塌地的在他身边，他还这样说我。他现在就知道喝完酒在外边惹是生非。我为我们的将来承担了多少压力，他怎么就不能体谅我一点呢？他说的那些压力都是他的借口，我跟他在一起实在太累了，我根本看不到我和他的未来。既然失衡了，干嘛还要挽回啊？所以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，很多东西你明明知道它不对或错了，但是你还想留。接下来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文25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文员。女嘉宾小邓24岁，同样来自湖南，也是一名文员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这个你这个架势，今天是来决斗的？你今天来干嘛来了？来挽回一场爱情。哦，我以为他是说来吧挽回我吧。容易让人引起误解啊，兄弟，你们是大学里认识的是吧？对，就大学期间有一次一起出去做兼职的时候认识的，然后聊了一会儿发现是一个学校的，然后就回来以后也经常一起聊天啊、散步啊、约会啊什么的，也觉得挺对胃口的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你今天是来分手的是吗？我是来面对一份即将有一个交代的爱情。哦，即将有一个交代的爱情，对你好吗？以前挺好的，后来。后来也挺好的。那只是他自己认为的。啊，这段爱情出了什么问题了？姑娘给讲讲吧。他总自以为是，啊，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别人就应该以他为王，知道吗？啊，他有那个王的感觉，确实。对，啊，即使到现在这个局面了，我们已经面临分开了，他也从来没有觉得要低头去认错。他是拿我们一起三年一起养育的一只狗狗的抚养权，他说是，就是说要跟我争那个狗狗的抚养权。哦，那狗也是我买的，狗是我买的，我送给你的，现在你要分手了，我把狗要回来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我只是觉得你强词夺理。送人的东西还在要回的？我买的。哥们儿，我送你个东西，咱俩关系不好，来把东西还给我。一个人的忍耐都是有极限的，嗯，你觉得我有必要再忍你吗？凭什么？就你喝酒的事情怎么说呢？三年了，不知道为喝酒的事情吵了多少次啊！谁大老爷们不能喝酒啊？你是正常的喝酒吗？你是正常喝酒，我会去管你吗？我不能喝酒，我怎么就不能喝酒了？你喝酒，喝完酒到处惹是生非，你是一个正常的喝酒吗？跟兄弟一起去 KTV 里面唱歌，就能惹出一大堆事，把别人的东西都给砸坏了。如果当时不是我在场的话，那个工作人员指不定会和你发生什么冲突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场面？你当时要是不在的话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事情发生了。你只是觉得我那么多朋友在那里，他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。你朋友就什么为你摆平？你是皇帝吗？你一个女人可能不知道，男人之间喝个酒是一个交流方式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都不敢管着你？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事情？你喝酒严重到什么地步？你知道吗？上个月他和他朋友去喝酒，一夜未归。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一个晚上，打了一个晚上你没有接，你知道我的心情吗？你理解过我吗？你回我，你怎么回我的？你一个微信回的我，你当我是你女朋友吗？微信回你，我还写封信给你啊，有必要吗？我知道这个事情就行了。我觉得你这是不尊重我，然后呢，你还有强词夺理是吧？我报告你，我很平安就可以了。你还强词夺理是吧？我打电话给你朋友，你朋友不小心说了嘴，说你在宾馆，结果我去宾馆。你除了你和他还有一个女的，这件事情难道还是一个性格的问题吗？我觉得是你人品有问题，我甚至怀疑这段感情的真实程度，甚至这三年就是我一个人傻傻在维持这段感情，你知道吗？那本来就没什么事情，你要往那方面想，三个人在宾馆没什么，你要是抓到我跟那个女的在宾馆，那才就有问题。你就说你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吗？三年来有吗？你一直是高高在上的态度，即使到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在求你是吗？你凭什么？平常什么事情也都是由着你，比如我们一直在长沙上学，然后工作之后，我打算就是我家是在吉首的嘛，然后我就想在吉首发展，他就偏得我跟他去永州发展，凭什么？是不是一切的决定都是你说了算？你跟我商量过吗？你尊重过我吗？这个用商量吗？请问，男女在一起了，那不是女的跟着男的回家，是男的跟着女的回家？你觉得那个叫入赘？主要这件事情是两个人的未来，为什么你觉得我就应该听你的呢？
你听我的有错吗？你能保证我什么？你让我看到是什么现象？你爸爸妈妈给我，一提到你爸爸妈妈，我真的是受够了。我爸妈希望咱俩能够回家看望一下老人家，他在家里准备好一桌子的好吃好喝的。你别提了行吗？一直每天去你家，你觉得这样真的有意思吗？每个星期去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就是已经明摆着是一个强人所难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工作，你永州是有一段距离的，你总觉得是你们家对的，你是对的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跟我在一起，你听我的有错吗？有错吗？你看你跟我说话不都是颐指气使的吗？你就得给我受着听着忍着。你一直说这个男生对你的要求是他要做王，对，什么事你都得听他的。对，你帮我举两个要听他的例子好不好？咱们不吵。就是平常他喝酒什么我不能管着他啊，反倒是他管着我特别严格啊。就比如说我跟男同事正常的吃饭，工作上的谈事情，如果一旦没接他电话，就各种难听的话，不管当着多少人面都能说。你是有接电话的，你就不能用？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我？你看就来了。为什么要留他呀？挺喜欢他的，觉得有的时候人挺善良的，而且跟我在一起挺开心的。这三年刚才你们也吵到了，现在等于每周要需要回家看他母亲是吧？那你们每周去看他的父母吗？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他的父母不是父母，你的父母是父母。这不还没结婚吗？没结婚，没结婚，为什么他要跟你去看你母亲呢？所以我觉得人家觉得你不如一条狗也是有道理的。你没良心吗？就是你父母是父母，人家姑娘就不是父母了。怎么了？
嘚瑟什么呀？从来就不会低头。哦，从不低头。他要低头的话，你还跟他吗？这三年的感情了。听明白了，要低头还是跟的，所以也没办法了。你们来吧，三位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孩，我问个问题啊。嗯。你的原则是什么？跟他分手，什么事情发生了你一定会跟他分手。一个人他感情是有一个底线的，我不能忍受的就是他已经是三年都是这样的，三年来小事大事都是我忍着他，他可能已经习惯这种模式去我去忍着他。你终于知道问题所在在哪儿了。对，其实如果不是那只狗的话，你也走不了。狗仅仅是说你想给自己一个台阶儿，让你留下的借口，而恰恰这个男人呢，根本就不屑于给你这个台阶儿，他拿住你，你看他上场这姿势，始终没变过，他的口头语就是说怎么了，有错吗？正是因为你一步一步的妥协，你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了。所以他知道你离不开，所以在这份爱情里头他是王，你又是什么？我之前只是觉得爱情就是两个人相互去宽容对方，但是他就把我这份宽容和忍让当作是我对他应该的一种。对呀、啊、你就是在纵容他这副样子呀，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会容忍的。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你，在于你找到自我，找到自尊。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话，别人拿什么来尊重你啊？你现在可以跟他说分手，离开他，你看他怎么样。如果他能低下他那高昂的头，不要做出那种一切都不屑的那种表情，还有可能。如果没有，趁早走，否则你们之间不是爱情，他就是王，你不是王后，你是被他统治的奴隶。男孩，你的这种所谓的高高在上只是在他身上能够体现而已，为什么都要听你的呀？为什么只去你的父母家不去人家家？平等吗？你太欺负人了。你要真爱他的话，你让他做回王后，你看看他会给你什么。绝不像你这样，你要让他做一次王后，他一定会让你做王，好吗？兄弟，听我一句劝，你试试，得到的一定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幸福感。男生，我问你个直白的，其实你并没有，你表现出来这么有自信，对吧？对。我觉得通常过度的霸道都源自于自卑。你一开始出来虚张声势的战法，跟你从头到尾呢都手抱在胸前的防卫姿态，那是你的一个武装方式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就没有办法做王。在你们的关系里面，我并不认为有台面上我们看起来的你这么吃得住他。如果你真的对这段感情这么有信心，才不会拿一只狗做威胁呢。你要走，我就把这只狗带走，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很可笑？这个做法这怎么叫做大丈夫呢？在男人的世界，我非常理解，充满了各种争竞。你为什么得去喝酒呢？因为你的事业上一定有很多要拼杀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眼中的这个王，他在外边也是要伺候别人的，他并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都做王。对，他除了你们家，其实他是得伺候别人的，所以有时候他也不是自己甘愿去喝酒的，有时候他必须得去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比他更大的王叫他去喝。你只不过是在你的爱情世界里面硬要演这个王，以平衡一下你在外面没有办法做王的这个失落感。真正强大的男人不是靠大声跟霸气说你听我的就对了，就是跟着我走，不是这样的。真正厉害强大的男人是我保护你，很多时候甚至我是可以让你的，可以让着女人的男人才是大男人。你要留住他，恐怕不是掐着狗的脖子，你要留住他是去倾听他的心声，尊重他的感受，这才叫做爱情的王道。你是真的想做王吗？
就想管着他吧。哦，我告诉你，最近有一个电视剧，里面有一个人物特别像，他真的是一个王，但看上去也特别像一个油头粉面的痞子无赖，他的名字叫淫荡。他有显赫的家世，他也有健壮的外表，甚至他也有江山社稷，但是行为像个痞子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有什么呀？你没有健壮的体魄，对吧？你也没有显赫的家世，对吧？你也没有非凡的才华，对吧？更没有宽宏的度量，对吧？你做什么王呢？你说呢？对，还虚张声势，插着个腰，半箱啤酒连我都喝不过。你呢，不光不是个王后，连一个应试都不如。但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降到这么低的一个身份呢？我就是觉得爱情里面没有尊卑，我觉得以一颗心去对待那一颗心，就能换回一颗真心。一个男人不要看平时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对你一点好，但是不管怎么对你好，婚姻的基础是尊重。我们有些女人老是搞不懂这一点，就百般伤害你之后吧，哎呀，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对我还是挺好的。如果连一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，再多的柔情蜜意，再多的呵护和甜言蜜语，那都是假象。所以我建议你重新寻找新的生活，想回几手就回几手。你看看，当你拔腿又走之后，这个王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有的时候太把自己埋汰了，不光是助长对方的威风，反而倒让自己再也认不清楚自己。人的头是慢慢慢慢的低下来的，一开始很有自信，逐渐逐渐天天被他打压之后，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卑贱。所以你为什么不出去看一看，好好的审视审视自己，也正好让这个家伙自己去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呢？如果你还尊重自己就离开，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爱他或者是怜悯他，也让他重新发现自我，去成长。走吧，没什么值得可留的了，大概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你，是吧兄弟？看过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怎么好看呀？人漂亮。人漂亮，所以大概在你心里面就啊咋的想，你们这些男人跟他喝酒就是为了占他的便宜，对吧？嗯，是吧？是的。是吗？你想跟他喝酒吗？我，他跟我喝想吗？一点都不想。对不起，我不信。真的，不认识的女人不在一起喝酒。你以为别人都是你想的那样吗？有什么信不信的，天仙不会跟他喝的，不认识，喝不到一起。哎，所以你就没有尊重他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。我看过一个故事，是这样子的，一个男生第一次不会为一个女生在她吃饭之前给她拉开凳子，当他第二个女朋友的时候，他已经学会了拉开凳子，但陪在他身边的不是那个女生了。爱情本来就是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，我真的不后悔这三年跟你待在一起，我只希望即使以后陪在你身边的人不是我，我希望你能把从这份爱情里面的一个教训带在下一份爱情里面，至少对他好。可能把我的想法强加到你身上，本来就是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狭隘的想法，我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。哼，回吧两位，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有一件事要问你，就是今天一旦分手了，狗给不给人家？既然人家决定一定要走了，他肯定做好了打算，不要这个狗的。你给不给？我肯定会给他。肯定给啊，姑娘，不管结果，狗都是你的了。请回吧，王，谢谢啊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近段广告。
要旅游找途牛，途牛旅游提醒您，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， 应百元现金券，更有火车票、机票、酒店优惠券领不停。好了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自己的选择结果吧，请开门。来，还有话跟他说吗？嗯，哎呀，低个头有啥呀？嗯，这个挺可惜的。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下去以后还是会联系我。哼，走吧。